呢度就是传闻中的看三文鱼圣地啦，一个大坝下面有多鱼在跳。哎，没看到鱼啊？啊？有鱼吗？有鱼吗？没看到啊？他说很多的，怎么没看到呢？啊？没鱼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像没看到鱼的。拍到没有？应该拍到了，很不容易拍到。刚才那个人说，这是纪念一个看护鱼的一个人。哦，抬头，看到。哇，好大条。哎，那边啊。